虽然说关于假冒阳澄湖大闸蟹的消息是不绝于耳，不过呢，有这个销量保证，有信誉护航，有诚信嘉奖坐镇，还能是假货吗？啊，您看啊，一家网店自称有2000亩的养殖场啊，一年能卖出几十万件的大闸蟹，生意好到爆。可事实呢，阳澄湖里啊，现在围网养殖面积也就1.6万亩，每个养殖湖的面积呢在5亩到20亩，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2000亩的大户。这卖出的几十万件蟹呢，都是市场批发来的，有南京固城湖的高纯螃蟹，泰州的兴化河蟹，盐城的剑湖蟹等等等等，它就是没有阳澄湖大闸蟹。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般不会在网上销售啊，不是熟人，那根本就拿不到真货。